各位观众，今天呢，我要来做一个大挑战。今天我要来挑战 Roblox 里所有非常热门的经典恐怖 OB。那最一开始，我要来挑战逃离胖胖典狱长的恐怖监狱。那我们就开始来挑战吧。来，一开始的话，我记得要先从通风管道逃离这个牢房。这边把它打开，打开之后，这要一直敲啊，把它敲开。然后这边就到管道间了，然后这里跳上去，再来，接着直接走过去，然后按钮给按下去，平台升起来，这要小心啊，不掉下去，掉下去会被刺死。OK， 怪怪了。然后就会到牢房外面，这里胖胖典狱长会来抓我啊！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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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跑快跑快跑！那这边要想办法按到这个按钮，快点快点快点，按下去哦，有了，按到了，哎，好近啊！不要再追啦，救命啊！上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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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快点跑到水管那边吧。OK， 这样子他就没办法追过来啦。哦。那我们就沿着这水管走过去吧。来来来，走到这边之后，进到这个通风管道里面。接下来到了厕所，这里的话，我记得要选一间正确的，是这间吗？不是，哦，是这间。啊，这里还要拿工具啊！哇，这作者有改版哦，之前不用这样挖的。哎，那我们挖下去，再挖，再挖。哦，到了地牢了。接下来这里我跳，这里要小心啊，掉下去可是会被融化的，下面都岩浆。哎，再跳过去。 OK， 过来过来过来了。哦，这里，哎呦，那木板会断掉啊。好，接下来进到这里面吧，这里也都是刺。哎，跳过去跳过去，再来再跳。然后这边的话会有很大颗球，来了吗？啊，来了来了来了，躲一下躲一下躲一下。OK， 好，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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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点，球要来啦，来了！哎呦，呵呵，超级惊险。然后前面这边我记得有守卫啊，来来来来来，先触发这个机关吧。追怪追怪，一飙，超近的超近的，跑快跑快跑 ，OK， 过来过来了，好，爬这个楼梯上去吧，来来，再爬再跳再来，接下来这边是电梯，好，这个拉杆给它拉下去，来，我们到上面去吧，好，到了上面了。接下来这里的话要喝这个超级饮料啊，来，喝下去之后我的跑步速度就变得非常快啊，这里要来挑战就是加速跑酷，来吧来吧，掉，再来，我可以一次通过这一关吗？跳过去跳过去再跳， OK OK， 非常的顺利，只要踩到这个黄色的地方再跳就可以很顺利的跳过去啦，这边也是跳过去OK， 呵呵，最后还打了一个超耳的嗝。好，这里爬上去吧。来，上到这边之后，我记得要先拿梯子。梯子在这啊。来，拿到梯子之后，哎，卡住了。让我过啊！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拿到梯子之后呢，要爬上通风管道啊，往这边爬，打开。这里有个梯子可以爬上去， OK OK， 上来了，接下来这边的话有超大的风扇在吹，好难前进啊，咦，让我过去， OK， 过来过来过来了，哇，我到现在一次都没死欸，哎，接下来这里的话要小心啊，这里很容易掉下去，来来跳，哎呦呦，哎呦，差点爬不上去，来这边跳过来 ，OK OK， 然后这里的话要想办法关掉上面这三个蒸汽，找到气阀，
来给它关起来。好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关掉，接下来还剩最后一个气阀，在这边，在这边。来，给它关起来。OK， 这样子上面就没蒸汽啦，就可以直接过去了。来吧，来吧，来吧。接着要进去通风管道里面。哎呦，差一点进不去。我这边啊，我记得这里自己超难的。风扇会吹着你啊，然后你要一直跳。然后这里超远的，我跳。哎呦，差点掉下去。来，这里是跳，再来。直跳，过过过过，哦，有有有有了，这次我一次过，上次我记得卡关卡超久的。然后这里的话可以跳很高啊，直接跳进这个通风管道里面。接下来从这边下去，哦，这里有一个胖胖厨师，要打倒他。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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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去拿武器，快快快快快快快啊！被攻击啦！不要不要不要！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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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哟，不要再丢啦！好，拿到火箭筒了啊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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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咦哟！哦，把他射死吧！射我射！再来啊！被攻击了！再来再射再射再射！咦，来了来了！哎呀，被敲到啦！再来。OK， 打倒咯。好，打倒之后这边的门就会开，然后这里有一个超长溜滑梯，溜下去吧。呜 OK， 接下来的话爬上去吧。接下来打开这扇门，然后这边要往上飞咯，只要避开这边的雷射。 OK，这边也是，避开。好，还有两个。OK， 最后了，最后了，最后了。咦，我靠，钻过去了，钻过去了。好，这边的话要来解谜啦，要先去拿铁板。来，拿铁板，然后搭桥。OK， 这里拿铁板再搭。小心，不能掉下去。这里也是。好，过来，过来。接下来要来打 BOSS 喽，来吧，把射爆！攻击，攻击，攻击！再射，再射，再射，再射！再来，再来！先射爆一只手啊 ！Nice，Nice！ 好，只剩下一只手了。又攻击啦！哇哦！快死啦！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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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再射再射！他快射快快射！有了，打爆喽！好，打爆之后就可以用车库里的车逃离这所监狱。来吧，把前面的门撞开！冲哦！有了，成功逃离了！好，接下来我要来挑战逃离恐怖奶奶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那一开始要先来去偷饼干，来在这边偷走。好，被奶奶发现了，来要来抓我啦。那我们要先去拿阁楼的钥匙。 OK， 拿到了拿到了，最快了，好近啊！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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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要到阁楼那边啦！快快快快快快快！咦，还在追！哇，坐电梯上来了！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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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，到阁楼这了，解锁。OK， 到阁楼了。奶奶暂时没办法来追我啊，那我们要想办法带着饼干逃离恐怖奶奶家。来吧来吧来吧，这边要小心，不能掉下去啊，掉下去会被刺死。哎呦，木头总断掉了，一个不注意掉下去了。来，这边掉过去。OK， 怪怪了。接着往上爬吧，然后往这边。OK，
怪了。哦，这里的话要开窗，开窗之后这边有一堆陷阱，小心，不能被这个陷阱夹到啊！哇，有人被夹到了，绕过去。OK， 然后这里一样，跳过这些陷阱吧。好，接下来到了庭院了，又听到奶奶的声音了，奶奶又追过来喽，快跑哦！啊，这里有个洞，跳下去。接下来就到了地牢了。我一直有个疑问啊，为什么奶奶家有这样的地牢啊？然后这个洞超级深的，掉下去一定粉身碎骨。来，小心小心小心！掉上来之后，坐个电梯上去吧。好，上来上来了。接下来，哇，有一个又臭又长的楼梯要爬，要一直这样转，转到头都晕了。来来来，往上爬往上爬，努力的爬，要到了吗？好，终于到啦！接下来这边啊，我记得这边很难，因为前面有一堆僵尸小孩啊，过来追你，就是这里了。来来来来了，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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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我记得是往这吧。来来，还有一只。来来来，啊，往这边。有吗？有吗？是这条吗？哦，对对对对对，没记错啊。接着从井这边爬出去 ，Give me the cookies back。又听到奶奶的声音了，奶奶又追过来了，先把引到这边，然后往这边拉，呜呼，超近的，然后跑到地下室，开开开开，快快快快快快快，好，奶奶又暂时没办法追我啦，然后这边走这水管过去，哇，这里超高的，要小心啊。来，我跳，我跳 ，OK， 过来，过来，过来了。哦，要离开地下室了。来，这边走上去，开门，接着骑这个电动车，来，电动车跑过，来，跳过去，跳过去，这边也要跳啊。再来，再来，再来。哇，这个电动车跑过好好玩啊。然后这边跳过去，好，这边再跳，再跳。诶，还没结束吗？这么长啊！来来，再来再来啊！要结束了。哦，这边最难了，这边直接用跳的啊！啊！好，再挑战一次，我跳我跳我跳，有喽！怪了怪了，好，下车开门。来来来，这里的话要小心巨大毛球。来这里躲一下好了，躲一下躲一下躲一下，来来来来了 ，OK OK， 啊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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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，快点来喽！哎呦，啊，开门，这里要跟恐怖奶奶决斗啦，我们去拿武器，来吧来吧来吧，出来吧，奶奶。来吗？来吗？在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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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啊！这里，这里，射爆，射爆！这里也有，这里也有！来，再射，再射，再射！哎，不要给我从后面偷袭啊！这边，这边啊，这里还有，射射射射射射射！咦，好多好多！哎呦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！来来来，哇，这有点难哎！这里有一只，这里有一只。不射，这里有，这里有，要小心旁边啊！因为这是第一人称，它不能调成第三人称，视角有限。来来，哎呦，突然有一只超近的，去杀这只。这里还有，这里还有，再射！啊，竟然从上面！哇，不要啊！哎呦，好奸诈啊，这个奶奶！不射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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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全部打倒啦，然后接着爬上我的树屋吧，来吧来吧来吧 ，OK， 成功偷到饼干喽！好，接下来要来挑战的是逃离井底头守卫的恐怖监狱，那我们就开始挑战吧，来。
一开始的话一样，从这个通风管道这边溜到管道间，然后这边要小心，不能掉下去，直接跳过去就可以了。一开始都非常简单啊，这个蒸汽也直接跳过去。接下来下面这边有陷阱，一样跳过去吧。然后到了电椅区了，哦，有一个女鬼出来吓我，不过我不怕，我们继续往前。然后这里警笛头守卫会出来追我啊！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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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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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咦，快点跑上去！哦，追上来啦！这里有个洞 ，OK。然后拉这个机关，平台会升起来。来，跳过去吧！跳跳，好。接下来前面的话，这里要小心，不能掉到岩浆里面啊。然后这个平台会晃，等它近一点再跳，等它晃近一点再跳，等它晃近一点 ，OK。好，最后了，跳过去。这里的话要小心这个电的陷阱啊，不能被电到。来，快过快过快过 ，OK。来，接下来这边啊，我记得这边有是鬼啊，有这个穿着病服的鬼，不能碰到他们啊，碰到他们会被杀的。来，绕过去绕过去，这里有一只，绕过去。好，过来了。然后这边有这个陷阱，快过啊！被刺到啦！等它夹下来，升上去的时候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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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然后跳过这个锯子，这里也是，快过，快过，快过！然后这边守卫会出来追我，我听到脚步声了。咦，在哪？在哪？在哪？在哪里？啊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快跑！这里有箭头，啊，爬绳子上去。接下来这边会有很大的风扇在吹啊，来，这里超难过的，而且还有这个骷髅头会阻碍我们，让我过去啊！哦，过来了，来，这边直接跳过去吧，然后打开这扇门，这里会到哪？有点忘记了，到了洗衣间了。这要拿稿子啊，稿子在这 ，OK， 拿到了，然后戴这个安全帽，往这边钻啊，来，这钻，我记得是这个方向，然后这个叉叉的不能去挖，挖了会出事的，来，是这边吧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有吗？欸，到底在哪啊？哦，有了，挖出来了。然后上来之后，那个守卫又会来追我啦！来啦，这次从正面！哎呦，知道怎么跑啊？我可以，可以利用这个桌子啊 ！OK， 快跑哦！快点！好，爬上来了。然后这里掉下来，接下来这里有一个机关。给它拉下去，这样子门就开了。然后这边到了监控室了，这里有很多按钮要选啊，选对正确的才能打开这扇门。来，这里有个小技巧，要站在这啊，不然下面这个会打开，会死掉的。欸，我竟然都没有开到下面可以打开的，欸，啊，有了，开了。欸，啊，哪一个是正确的啊？没有正确的吗？这个吗？不是。哦，有了，终于开了！哇，是超久的。然后这边的话，又先拿卡片。来，拿这个钥匙卡。警卫来了！快跑哦！快点！OK。过了，滑下去。哎呦，好，接下来这边要跳过这些雷射啊！来，我跳，哦，这个会动的比较难啊，快过 ，OK， 过来了。然后这里女鬼来了，我听到女鬼的声音了，在哪？在哪里啊？在后面。
哟，这女鬼有点恐怖哎！不要过来啊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哎呦，快跑！有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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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躲过啦！然后这边警卫又要来追我，然后我要把他杀掉。来吧，启动这个金冠，电死你 ！Nice。好，继续往前，继续往前，终于可以逃离这里啦！来，拿这个拉杆，然后就这样我这出去吧，来吧来吧，有喽，成功逃离恐怖监狱了。好，接下来要来挑战的是逃离臭臭胖老师的留校查看。哇，这老师怎么换衣服啦？我记得他之前是穿红色的衣服啊。总之，我们就开始来挑战吧。来来来，这边的话要先启动这个警报器，然后就可以从教室溜出去了。接下来的话，老师会在前面堵我。有吗？有吗？有吗？哦，有有有！真的换成蓝色衣服的老师了哎、欸。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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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跑快跑快跑！哎呦，超近的！快快快快快，上楼梯啊！好，老师睡着了。哎，接下来继续往前吧，走这边走这边，然后进去通风管道里面。哎呦，对对对对，之前就是这个啊，之前就是这个老师。啊，为什么前面老师变成蓝色衣服啊？好奇怪啊！总之，再继续往前吧。这里的话要小心啊，不能掉下去。OK， 过来之后，这个老师会一直盯着我看啊，很变态的。然后这里的话要想办法打开中间这扇门，但是必须要按到两边的按钮。来来，我们先来按左边这一颗吧。这里小心一点。OK。来按这个按钮，然后还有一颗，这边跳过去，小心啊！这跳下去绝对会被绞死啊！再跳，来这边过来 ，OK， 给按下去，有喽，门开了。好，接下来下一关是什么呢？啊，这里要往上飞啦，来喽！哦，要躲开这些雷射啊 ！OK OK。然后这个会转，转过去，转过去。哎呦啊！好，再来一次吧。来来来，这里闪过，然后这里转过去。这次我一定要过。OK， 有了有了。然后最后一个超密的，从这吧。好，上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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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有了。然后到了图书馆了。要小心这边的书啊，这边的书会吃人。哎，等一下，这边怎么多了一个密道啊？之前没有哎，进去看看吧。咦，这里是哪里啊？来，继续往前，继续往前。前面有个按钮哎，那什么？我们来按这颗按钮看看吧。按下去之后，哎，怎么有 BOSS 啊？哇！这个是之前红色衣服的那个老师吗？他怎么被改造成这样啦？哎呦，他离我好近啊！哦，他要干嘛？哇，喷火喽！我们打倒他吧！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！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哎呦，不要一直过来啊！哎，又要喷火了！好，快打倒了，快打倒了，快打倒了！怪了怪了怪了，最后了最后了，再打有喽！这边竟然多了一只 BOSS 哎、欸！好啦，那我们继续走回主线吧。哎呦，我们一直加速啊！哇，这样子很难跳哎、欸！啊！啊，恢复正常了，恢复正常了。来，这里跳过去，前面还有一只 BOSS 啊！图书馆阿姨，哎，一样，拿武器把他射爆吧。
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！啊，长得超丑的、啊，超恐怖的！再射，再射，再射！啊，要打赢了，要打赢了！最后喽，有喽！爆开了，爆开了，爆开了！好，快开门，快开门 ！OK，OK，、OK, OK, 开了，开了，开了！接下来这边要来搭桥啦，来搭过去。这要从这里绕一圈过去，但是我想试试看新招哎、欸，来来，我们直接抄近路看看。这边拿这个铁管，然后往这边搭吧，来看看可不可以啊？这再拿一个，然后再搭过去，哦，好像可以哎、欸！再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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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拿一个，再拿一个应该就够啦。这边搭过来哦，可以可以，好，我想要拿一个铁管，然后带着走啊，来，这应该等一下也可以用到啊。好，这边搭电梯下去，好，到下水道了，这根管子等一下跑酷的时候应该可以用到，来，我们带着走啊。然后这里的话，跳过这个绿色液体吧，不能死，不能死，不能死。OK OK， 过来过来过来了。然后这里的话，这里就可以抄近路了，对吧？有了有了有了，拿着管子，然后再抄一只近路。哎呦 ，OK OK， 再继续带着走啊。然后前面的铁球，哎呦，过来过来了，哦。快乖哟！哦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！还有一颗，还有一颗。OK， 过了，过了，过了。然后这边的话，是不是可以直接到那个这本书这里啊？可以吗？哎，可以哎！啊，直接抄近路啦！哦，过来了！啊，这里直接往上爬吧！来来。上面的话，我记得用不到那个铁管啊，这里是加速跑过来喽，不跳，这边一样到红色的地方跳啊！哇，这超远的，再来，好，前面跳到这个巨大铅笔上面，来再跳，再来 ，OK OK， 要过了，要过了，要过了，有喽。哦，接下来前面有一个奖杯，这奖杯是假的啊！我们只要拿到这个奖杯，就会有 boss 出来。哎，到这个 boss 吧！不能被那个红球扫到啊，会死人的。再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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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射！再来，再来！跳起来，跳起来喽！哎，感觉他要射啦！先跑一下，先跑一下。咦 ，OK OK OK， 好，来把他射爆！快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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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没血，快没血了，跳起来啦！哟，打爆喽！好，可以逃离这所恐怖的学校啦！来，搭上前面这台车，快快快快快快快，上来！一个有喽，逃离成功了。好，接下来要来挑战逃离恐怖玩具店。那一开始的话，要先来去调查发电机。来，走这边，走这边。好，继续往前，就是这台啦。按下去。然后就会听到奇怪的声音。好，接着离开这边吧。哦，中间这个玩具就不见了。这里有他的脚，这里有他的脚印啊！他从这边溜过去啊，还想吓我。然后这里跳过这个烟雾。OK OK。然后接着爬这个水管上去吧。OK， 怪怪怪怪了。启动这个机关，然后跳过去。
跳过去之后，爬上这个梯子，就会到第一个游戏。哎，第一个游戏我记得是那个玩具会来追我啊！啊，在哪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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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了吗？还没来啊？那我就直接逃离喽，不管他了。哎、欸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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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跑哦！记得是要往这吧？哦，往这边，还在追，还在追，还在追！往这，往这，往这，往这！哎呦，越来越近啦、啊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救命啊！啊，有了，有了，看到尽头了！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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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哇！差点被抓到啊！好，这里跳过去吧。来，这边的话就直接跑酷过去吧。这也不能下去啊，下去会被压扁的。好，这里就到第二个游戏了，红绿灯。来来来，现在是绿灯可以走。红灯，哎、欸，在在在在， okay, 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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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，啊，快走快走快走，哎呦，啊，头一动就要马上停啦、啊，哎呦，快快了快了快了，快到了快到了，停，呵呵，会怕、啊、怕他突然转过来，哎、欸，停下好了停下好了。这样比较保险啊。OK， 过来过来了。好，继续往前吧，继续往前吧。这边有很多雷射，来避开这些雷射吧。跳，然后这可以直接过吧？哦，过来过来过来了，然后搭电梯上去。来来，好，上来之后就到了第三个游戏了。生存游戏，我记得会有一个超巨大机器人，就是他，他会来抓我。我们要想办法在一定的时间内生存下来啊！一开始的话，先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吧。来来，我们爬上去，这里往上爬，往上爬。哎、欸，怎么难爬、啊？上不去啊！哇，完了，出来啦！来来来来，发现我了，发现我了，发现我了！这边是不是不行啊？哦、没有没有，他好像卡住了、欸。来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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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过来吧，过来啦！完蛋了完蛋了完蛋啦！喂，救命啦、啊！不要啊啊！被压扁啦！好，再来一次吧。这一次的话，我要躲在积木旁边啊，让他被积木卡住。躲在上面好像没什么用。来，过来啊过来啊！OK OK OK OK， 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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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对对对对，你就慢慢推这些积木吧。这里还有，这里还有，推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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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，快快快快，记得躲到这。好，还有20几秒啊，这次应该可以了吧？最后18秒，17，哎，来了来了来了，这些积木挡得住吗？哎，不要啊！10、9、8。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有喽，生存下来了。好，继续往前吧。哎，这边的话，哎，要跳下去了，要滑下去啦，滑下去，滑下去，滑下去。OK， 然后按这个按钮。哎呦，哎。这里是不是有改过啊？我有点忘记这边了哎、欸。啊，他又要来追我了！快快快快快快！来啦，超近的！完了完了完了啊！好，再来一次吧。我忘记这边要怎么过了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怎么从那、啊？原来我只记得是这个方向对吧？依稀记得啊。果然是，快快快快快快快 ！OK， 过来之后往上爬，来，
这要开车跑酷，哎呦，跳过去，再来，再来，然后转过去，转过去，这句话，掉下去啦，好，再来一次吧，飞过去，然后这边，就这边要稍微停一下，停下，停下，哎呦。这过，不要不要，我不想再掉下去啦。OK OK， 怪怪怪了。然后这里转弯转过去，然后飞过去，飞过去，还没完啊！这边再飞再飞，差不多了吧？这应该是最后了。啊，还没还没，这还有。飞过去哦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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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终于终于过关了。来，这边要到第四个游戏了。这里水管掉下去，变成2D 的，快跑哦！那个玩具追在我后面啊！掉下去，再来，跳再跳，越来越近了。炸弹把它炸圆。因为我还记得啊，哦，这里会有东西滚下来啊！我明明知道的，怎么还被滚到？来来，掉掉掉掉掉掉 ！OK， 这边有炸弹，炸开炸开！好，这里的话会有东西滚下来，跳过去。OK OK， 还有一个吧，来跳过去，然后炸弹炸飞。跳跳，你要过了没？过去，然后炸弹再炸，再来再来再来，去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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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第四个游戏也过关啦！好像有五个游戏吧，还有一个还有一个。哎，这边过来，然后走这水管，生锈的水管。你小心啊 ！OK， 来跳跳，然后这里直接跳下去吧。好，然后这边的话有一堆坏掉玩具啊，不能碰到他们，他们很恐怖的啊，会起来吓人。好，过来过来过来了，一直往上爬，然后打开这个门之后，到第五个游戏了。好，这一关的话，一样是想办法生存下来啊！来来，要开始，要开始了。哎呦，这发红光了，就代表说会掉下去啊，所以不能站到那个发红光的地方。来来，这边还可以，这边还有很多地方可以站。哎呦，又来又来了。哎呦，怎么在我脚底下发光啊 ？OK OK。安全，安全，安全！哎呦，还没结束啊！哦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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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过关了，过关了！好，前面有火车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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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打上这个火车！那个火车的话要坐好啊，要坐在这个椅子上啊。如果没坐在这个椅子上，会摔死的。来来，冲出去！这边有一个悬崖啊！要来喽！要掉下去喽！来喽！哎呦！哎呦！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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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让我摔下去啊！在那边折磨我啊！好，接下来啊，还有最后一个游戏，这边要打 BOSS 啦！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！拿起我的火箭炮！怎么没办法拿、啊？还跳下去就有啦！啊，有了，跳下去就有了。OK， 来来，射爆，把他腿射爆啊！我记得之前不是这样的哎、欸，之前关卡好像不是这样。应该我玩之后他又有改版了吧？来，再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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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，差点被那个雷射扫到哎、欸！好，还有三条腿。哇，这好难打啊！
好，剩下最后一点点血了，来最后一下，有喽，打赢了，终于，好，成功逃离恐怖玩具店哦。好，接下来要来挑战逃离恐怖披萨店，来吧。那一开始的话，我们要先走进去，这里面有一台电梯可以搭，我们往下。好，到了这边之后，这里有一堆尸体啊，这家店的披萨都是用人肉做的啊，快点过吧，快点过。然后这边有陷阱，来绕过去，绕过去，跳过去 ，OK。然后那个恐怖厨师会跑过来追我，我们要跟着这个披萨走啊！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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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了！快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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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跑！救命哦！好，这里有个洞，下来了。然后继续往前，哎，怎么掉下去了？好，再来吧，再来吧！哇，这做的非常刚好哎、欸。好，怪了，接着走这水管过去吧。来来来来来，从这边绕过去，然后往上爬。上面是什么？我有点忘记了，有点忘记了啊。这里到厕所了，然后这里我记得会有一只蜘蛛啊。跳过去，跳过去，来了吗？还没来欸，啊，我知道了，是要碰到这个蜘蛛网它才会来啊。那我们碰碰看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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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这一只啊。好啦，这一次就认真过吧。来来来，刚才只是想要看一下那只蜘蛛而已。OK， 过来了。这一下来之后就到地牢了。啊，这边有一些踏板，不能去踏到啊，踏到会被夹死。OK， 跳过去。然后这边有一个塔要爬，我们就给它爬上去吧。来来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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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跳完跳完了。好，接下来这边一样，直接跳过去吧。OK OK， 怪怪了。然后往上爬，接下来到哪呢？啊，恐怖厨师又要来追我啦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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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！快跑哦！哦，好，继续往前吧。OK， 这边跳过去，跳过去。好，这里雷射要小心啊，不能被这个雷射扫到。哎，好，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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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才刚说啊，就被扫到了。跳过去，跳，这边要小心一点。跳，哎呦！差点碰到，这里让我过啊。然后这边的话要找到那个撬棍，这里啊。OK OK， 好，撬开这扇门。好，打开了，打开了。接着坐电梯上去吧。OK， 上来了。这边一样一堆陷阱啊。快过，快过，快过！哎呦，我记得这个超快就夹下来啦，所以要赶快过。然后这边的话啊，这边也很难。来，这里跳上去，哎、欸，没跳好。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。这边过来很难啊，跳过去。OK， 跳过这边之后，这传输带才是最难的地方啊！哇！再来一次，来来，这边减速，然后跳过去 ，OK OK， 哎呦，呵呵，还有一堆尸体会掉下来，哎呀，不要把我推下去啊！咦，好难啊，这边 ，OK， 过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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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终于，然后这边的话还要再下去啊，好，快开门快开门。跳过去，这边的话，我记得是烤炉之类的吧。这边是烤披萨的地方啊，
是我可不是披萨，所以赶快离开这吧。来来来，往上爬。然后这边的话，记得要有一个技巧啊，先跳到这，然后往这边跳。OK。好，怪了怪了怪了。哦，出口要到，出口要到了。有了有了。最后的话，我记得那个厨师会追出来啊。要来喽！好，变暗了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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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他会从哪里出来呢？跑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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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跑！在哪里啊？啊来来了！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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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救命哦！不要！啊这里这里这里！来，跳过去！有了！逃离成功了！好，下一个挑战是逃离恐怖游乐园。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！这边的话，直接跳过去，不要掉到岩浆里面。来，再跳，然后前面有一颗气球会在那边飘啊！哎，直接超越它。OK，OK， 这边下面有一个超恶心的洞，哎，长牙齿哎，来，跳过去吧。OK， 过来过来了，小心一点，不要掉下去。好，接下来走这边，不要被火烧到啊。OK， 烧完了，好，烧完了，快快快快快快快！哦，过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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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这边踩水管过去吧。好，非常的简单，非常的简单。然后下一关的话，会有这个小丑的手出来抓人啊！哎，不要被他抓到。好，直接过。我这边一样，跳过去吧。可以可以，很简单。然后这里要往上爬了，来，跳上去跳上去。好，上来了上来了。然后这边的话一样，踩着水管过去。来。一点，这水管有点细啊！过来 ，OK OK OK OK， 这边也是绕过来，哎呦，差点掉下去！好，爬这个梯子，开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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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，这边有这个锯子啊，不要被锯到，丢过去，等它锯完 ，OK， 等它锯完，好。快过，接着这边往上爬啊！前面我记得会有恐怖小丑啊，来喽，来了吗？还没啊，要跳下去他才会出现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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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快跑！要跑到这个摩天轮上面啊！快快快快快 ！OK， 哦，我记得那时候我在这边卡关卡超久的。现在我一次就过了欸，然后等这个摩天轮转到最上面吧。好，上来上来了，这边从这里小心的走过去。好，过来过来过来了，然后踩这个气球过去吧。这里我记得有一个游乐设施要玩啊，非常恐怖的游乐设施，来咯，自由落体。下去咯，呵呵，哎呦，还有回弹呢，哇哦，他这个做的超精致的，超真实的。来，接下来到地牢了，快过，吃吃吃 ，OK， 过过过，然后砸刀，小心。小心这个砸刀！接下来前面的铁球，过过，吼！好，前面的话进去这个奇怪的传送门啊！来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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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！OK， 这边超级奇幻的，小心不要掉下去！跳过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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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。下来，前面不要碰到这个火啊！赶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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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赶快！
咦呦，这里也是。OK OK， 好，过来了，接着跳上去。然后这边的话，跳过去。OK， 这里也是，跳过去吧。然后这里的话要加速跑酷啦，来经过前面这个门，冲哦！哎、欸，再来，跳过去，再跳 ，OK OK， 可以，很顺利，再来吧。哦，有了，过了，然后这里会跳很高。要想办法跳上去啊！来，我跳，再来，再跳，然后这边要上去了没啊？哎，还没啊？是这吗？还要到绕到后面对不对？有吗？有，这里可以走啊！然后跳上去，有了，这边再加速一次。来，跳，哟！回到游乐园了。来，我们接着继续往前吧。哟，被吃进去了，呼吼！来，我好像变小了哦。这边跳过去，再跳，哇！咦，我怎么越来越大啦？还是视觉差啊？那也超级奇幻的。然后这里绕过这些陷阱吧，绕过去。OK， 好，继续往前。下一关，这关的话，哦，不能走重复的，亮过的地方不能走。哎呦，差点掉下去。来，冲哦！有了，一次过。然后下一关，这关非常的难啊！快跳！ OK。好，这边下来的时候先不能过，上去的时候赶快跳。哦，这里也是最后了！好，开门，来坐云霄飞车。冲啊！这个很好玩啊！来，往上，接着要往下冲喽！来喽！冲啊！哇！超好玩的！那小丑还在追我哎、欸，你没办法追我啦，我已经到这边了。哎，这边要飞出去啦！飞出去就可以逃离这个游乐园了。冲哦！哇！成功逃离这个恐怖游乐园了。好，下一个要来挑战的是逃离恐怖的机器人老师，来吧！一开始的话要启动这个火灾警报，就有水淋下来啊，老师就秀得了。老师短路之后呢，我们就往这边跑吧。接着老师会出来追我们，哎，这边要小心啊，走这吧。是的，老师呢？老师来了吗？哎、欸，来了！快，往反方向跑！快点！咦，好近啊！哎、欸，快被追到啦！啊，走到死路！哇，好，再来一次吧。我有点忘记要往哪边走了、欸。刚才走这不行，那这次走这吧。来，走这哦，看到箭头了，快点！老师越来越近啦！快！哦，有了！好，到了管道间了，来，这边跳过去吧。OK， 接下来跳过这个简单的雷射。好，下来之后还在管道间里面啊！啊，我记得这个平台会掉。
哎呦，掉掉掉掉！哎呦啊，被刺死啦！一定是刚才那个人阻碍我的关系啊！啊，有了有了，自己跳就顺多啦。啊，这边过，杀下来！哎、欸，这个人在等我哎、欸，他是又想阻碍我啊！好，这边不要被风扇转到！哎呦，哎，那个转超快的、啊。然后这边老师又会来抓我，来呀、啊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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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呀、啊，来了！捞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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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捞一下！咦，过来了，过来喽！超近的，超近的，往这！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救命啊！啊，他没办法进来啊！哎、欸，他怎么没办法进来啊？快点冲下去！哇，我以为他没办法进厕所哎、欸。然后这边的话，跳过这个蒸汽吧。哎、欸，没有跳过去啊！再来一次，跳过，跳过 ，OK。这边小心，不要掉下去啊！我走这个生锈的水管，绕过去，绕过去，再来转过去，非常的简单。好，过来之后往上爬吧。然后这边的话啊，这边会有其他恐怖的机器人来追我啊！我记得这里是鸭子。来来来来来来了来喽！快跑哦！想办法找到出口。在哪？在哪？在哪？我记得在这个方向、啊。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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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快快 ！OK。然后这边的话会有刺啊！哎，刺过来，快过！哎呦，再被刺到，等下刺完吧。OK。好，上来了，这边开门。然后一样有这个雷射啊，跳过去就对了。好，过来之后往上吧，上面有这个陷阱，一样绕过去。哎呦，差点被夹到啊 ！OK， 过来过来了。然后这边恐怖的美术教室，小心啊，不能碰到这个人哦。奇怪，我有碰到吗？为什么被抓啦、啊？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跳过去，跳过去。OK， 过来了。好，接下来从窗户这边逃出去。然后这里的话有雷射，跳过去吧，跳过去吧。OK， 好，这边开门，继续往前，直接往下跳。这里的话啊，这里会有那个恐怖的机器人厨师，来来来来来来来了，咦，快跑哦！哇，好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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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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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点！哎呀，还被粘了一下，走这边！哎呀，哦，差点被抓到。哦，这里的话啊，这要游泳了，往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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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来，快逃出去啦！这边游，再游再游，哎、欸，太长了吧，都要没气啦，要溺死啦！往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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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到游泳池这边了。OK OK， 接下来的话是往这吗？哦、有了有了有了。要出去啦！这边会一只来三只，来，老师呢？要来了吗？听到声音知道，来来来来来了，老师来了，鸭子也来了，快点！哎呦，老师厨师，快，我们要上这台车啊！哎呀，一只三只，不要啊！哇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好，他们没办法上车啊！拜拜，有喽。